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今天呢，这个天气非常不错，然后现在挺早的，我这几天起的都还算挺早的，8:30左右起。今天呢起早了，要来这个打会球，因为中午打球太热了，所以现在呢打球还是非常凉快的，就是暂时还是非常凉快。今天呢我要挑战一次这个三分球，还要到达75次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我希望能成功吧，因为这个我也好久没打球了，这个昨天刚练完一次，然后今天要再来一次。好，然后这一次呢挑战，我希望我能成功。如果大家喜欢，请支持订阅，然后你们的支持会让我的投球变得更好哦。行，现在就开始吧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的，非常神清气爽。估计能投多少？20个呗。好，加油！对，那怎么取消？你觉得刚才投的怎么样？投的不错。手感各方面都有了。对，接下来继续投20个吧。
刚刚那两节我觉得投的都非常好。第一节呢就是慢慢手感找到了，然后投了挺多的。然后第二节呢又把第一节没有投完的补回来了，正好。然后这一节呢我们继续来投二十个，现在状态挺好的，稍微出了一点汗，就是现在太阳有点大，因为太阳慢慢升起来，现在差不多10:30了，加油。刚刚那个手感是彻底找开了，然后现在我要火力全开，提前下班，感觉算是正常的，超长倒是没有太有，就是正常吧。嗯，回到正常就已经非常好了，正常发挥。对，我没有想到我的适应度会很快，15天、16天没有打球，之后回来打完一天之后，第二天就找到感觉了，挺好的。嗯，接下来。20个，还是20个？嗯，这节决定了我的挑战能不能成功。OK， 加油。
OK， 现在我们的三分球已经投完了，这一次投的呢，我感觉我还是挺满意的。之后我的这次的挑战呢，也是成功的完成了，75个啊，我设定的挑战，最后呢，我还是努力了一下，最后完成了。最后其实还是挺惊险的，差了那么一两个球。OK， 这就是这次我们的三分挑战了。如果大家喜欢，请支持订阅，之后你们的支持会让我，让我的投球变得更好。好，行，那就是这次了。如果大家喜欢，就支持订阅。祝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撤了，太热了。